神君本就是冰人，想来也不必暖酿驱寒吧。好了，这可是《山海经》的卷首内容。小殿下方才还说倒背如流，不会这一句都不会解了吧？怎么，卷首答不上来了？上古，啊，其名曰星星，时至善走。其名曰星星，时至善走。小殿下还真是学识渊博呢，连这耳坠都不同凡响。撒谎欺瞒可比不学无术还要不堪。好了，本尊知道这山海经拗口艰涩，若要熟记需下苦功。上古，过些时日本尊再来考你这个问题。明白。接下来本尊要问的便是涉及三界管理的事情，你身为主神应该好好钻研一下。涉及三界管理的问题，最浅显的莫过于风土民俗、天文地理，这样才能够因地制宜处理好各界的问题。接下来我的题目便是，妖界虎族常年居住红血森林之地，此地贫瘠，他们是以何种方式进行修炼的？虎族生性野蛮，残忍嗜杀，想必是靠蚕食同类获得灵力提升自己。没想到雪神只是纸上谈兵，坐而论道啊。虎族是极为团结的一支，靠妖神天启的神力谱则，掌握其基础的修炼之力，再靠世代的传承与积累，积累浑厚的灵力。红血森林四季炎热，本神从未去过那里施行法术，是以不知其中因果，还请神尊责罚。责罚倒不必，只不过血海无涯，不可石墨无声空墨想，满瓶不满半瓶油。是，弟子谨记师尊教诲。殿下，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倒忘了雪银神君了。不过神君本就是冰人，想来也不必暖酿驱寒吧。好了，上古，你身为主神，你与三界息息相关，重伤初愈，日后要多注意身体。明白。白冰块白天那么向着我，应该也是喜欢我的吧，可他怎么还不表白呢？原来如此。白冰块别害怕，我祝你脱离苦海。雪莹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缠着白雪。保佑我，一定要成功，要不然月明就白打这么多年光棍了。天造地设。